大家好，我是浙江省电影协会副主席，我也是演员周迅，在这儿祝贺第十届浙江电影凤凰奖颁奖典礼成功举办，同时我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电影作品、电影人来参与凤凰奖，浙江电影凤凰奖，祝贺第十届浙江电影凤凰奖颁奖典礼成功举办，浙江电影凤凰奖越办越好。